好，政府要为闷经济注活水，现在呢，国发会已经跟台北市政府谈妥了，将会由国发会出钱，北市府出土地，把中山足球场大约3000坪的用地打造呢，像是新加坡的创业生态园区。目前初步估计，每年大约可以啊进驻新创业者100家次，那么也为创就业机会可以大大的增加。